来，那我们今天来说明的是静力学的研究内容。那我们这一题是由台大机械还有成大医工的题目哈。静力学它研究内容就是研究受力静止的物体平衡条件的关系，那还有动力学跟材料力学。哦，动力学又分成运动学跟力动学，运动学就是研究运动几何学及空间与时间的关系，力动学就是研究物体只受力与运动之关系，材料力学就是研究弹性固体所外力所产生的应力与变形效应。那这一题，答案我再讲。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